绿灯吹起油门，这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骑士突然往左偏撞到小黄车头，机车左右摇晃，再撞右边骑士。机车往前喷飞，骑士被惨摔下车，双膝跪地。而害人撞车的骑士居然头也不回，当场落跑。 你们不撤会哦？没办法会啊，因为人跑了。车祸发生在高雄三明区，19号上午7点多，肇事机车突然往左，害另一辆机车跟小黄擦撞，也算肇事逃逸。初步研判，肇责为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机车骑士肇事逃逸。没事吧？ 哇塞，没事吧？汽机车擦撞平川，轿车打方向灯右转，后方直行机车却刹不住，骑士重摔倒地，连安全帽也被撞飞。还有这起也是骑士刹不住，后座乘客前空翻重摔落地。转弯擦撞高雄半年超过6000起，警方呼吁转弯先减速靠边，机车也要保持安全距离，才能一路平安。记者邓明、罗彩瑶，高雄报道。